臭夫子，你以为我特别稀罕了？不稀罕你闹什么？我好像真的挺稀罕的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好像只有见到你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安稳又欢喜。 夫子，你找到联姨了吗？找到你的兄弟了吗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我告诉你啊，凑够100个，你就要跟我回兴城阁了。嗯，哎，嘿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仙桃花夜酿的酒，加上东海的，不用介绍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父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父子，虽然你走了，我还是在认真练字。 父子，你今天中午饭吃的什么呀？父子，你让我看的书我好多都看不懂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哎，这是不是那个长得特别难看的姑娘啊？ 哎，嗯，这当然不是。哎，国公。 国公，尸体已经被河水泡得面目全非，您还是别看了。面目全非，你说他是我的昭儿？昭儿，我的昭儿是怎么死的？
公子浑身布满伤痕，此前遭到虐打，伤口到皮下三寸，有十几处之多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手筋和脚筋全被挑断了，看来死得十分痛苦。还有呢？小的暂时只能验到这些。母亲，国公，是不是隐逸的这帮逆贼干的？是，属下也是这么想的。雨牧阳拿着少主的钥匙劫走了莲衣，但属下又有了新的发现。说，属下在少主身上发现了这个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来的。玄姬夫人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免礼，有莲衣的消息了吗？陛下可知今日南雨都出了件大事，韦昭死了。啊？怎么死的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死是否为陛下所用。什么意思？微臣找到证据，证实杀害韦昭的就是禹王爷的爱将裴敬裴大人。那得赶快把他抓起来。抓是要抓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从前有一只狐狸要给两头狼分肉，说是要分得一样多，但他东啃一口西啃一口，最后肉全进了狐狸的肚子里。这就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听不懂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禹王爷和韦国公素来不睦，陛下只要下一道旨，让裴敬顶了韦昭原先的官职，这样，这两匹老狼自然就撕咬起来了。我不喜欢你这个狐狸的故事，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坦坦荡荡。陛下是不相信微臣？啊，不，那倒没有，我就是想知道凶手到底什么时候出来。只有在众目睽睽七星灯祈福大典上，禹王爷自然不好包庇裴敬。你说这个裴敬这事儿，我该怎么办？陛下，你这可难倒我了。不过玄姬夫人那么有本事，你为什么不信她呀？我觉着宫里的人啊，除了你以外都有两张面孔。可是玄姬夫人她帮你放了杨端杨大人，又放了莲衣，还推行减税，她也从来没有要害过你啊。也对，只有我从前在江湖上混的时候，我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，从来就没有想那么多为什么。那个，快则恩仇。陛下，好像是快意恩仇吧？不重要。哎呀，不重要。我也没读过多少书，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不过我就知道，谁对我好，我就要加倍对谁好。对，就像咱俩这样。是我，我是杜贤一。云大哥，我是不会让你有事的。
云大哥一定要醒过来。消息都发出去这么多条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不是说学问看不懂吗？又骗人。难不成他已读不回？陛下，您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。这个呀，是您最爱的鸡蛋面。您多少吃一点吧。拿走吧，我没胃口，不想吃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嗯，我好像突然饿，你快把面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是是是。吃相属你最难看。喂啊，夫子，七星灯祈福大典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小智，你听到了吗？不太真切，好像听到了。夫子，夫子，夫子。夫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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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到了？就在那啊，真真切切。小智，你看他在动。他在动。嘿。云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扶起来。慢点。云大哥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好多了。林毅呢？林毅怎么样了？林毅他没来得及上船。什么？云大哥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。我把你扶上船之后，那个船缆不知道怎么就断了。我也不会武功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林毅，都是我的错。
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林雨。你手怎么了？给我看一下，这是被什么虫子咬的？你那刀伤有毒，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我以前听说过这个以毒攻毒的法子。你用自己的血引毒虫？我只是想让你醒过来。如果你不醒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陛下，你别这个样子了。我可以把全羽族最好的夫子都给你请过来，还有，我也可以保护你的，用我的生命保护你。我是说真的，我以我娘的名义起誓。当当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对我这么好。你是我来这个宫里遇见的第一个人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也当不成羽皇。这样吧，咱来拜个把子，以后你就别叫我陛下，叫我老大。陛下，叫老大。老大，来个。老大，真的。拉弓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一百年不许变。我以我娘的名义起誓。看看吧，不重要。也是啊，自己都快犯病了，哪顾得上别人啊，是吧？到你了，快点啊！嘿，到你了。走这步啊？啊，自断后路啊？我输了，再来。哎呀，有点饿了，我去厨房拿点吃的啊。哎呀，我去厨房拿点吃的。我就知道，哎，雪里空，风热，又在一起了，真好。夫子不仅人长得好看，字写的也这么好看。那我字写成这样，难道我长得很丑？嫌弃我长得丑，所以一去不复返了。不是说我难看至极吗？什么嘛！明知道我有危险，也不来救我。哪里危险？算了，还是喝杯酒，好好睡一觉。喝酒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
行走江湖第一要诀，说话要算数。明明答应我要来，你怎么可以不来呢？我何时答应了？默认，不说话就是默认。臭夫子，你以为我特别稀罕吗？不稀罕你闹什么？我好像真的挺心寒的。这宫里的日子吧，虽然好吃好喝，但是远不如过去逍遥自在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好像只有见到你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安稳又欢喜。虽然你每天都板着脸，但是我还是想见你。我何时板着脸了？得说见字如见人，我要在你的脸上换乌龟，我看你还神气什么。还有个尾巴，岂有此理！学习后，我这样你神奇。先放下！你凭什么不笑？你给我笑！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快回去睡觉。凭什么？我报仇！走，回去睡觉。放我下！我可以，我说你做什么呀？你快下来！我呢？我给你唱首歌啊！听着。哎，你这样会引人来的，别唱了啊！我明白了。风也风也，你再这样唱下去，真的会有人来的。谁拨动了弦？湖水冰冻一切，也就这样惊扰一缕缱绻。多愁总是难免，我好想你啊。尽管却不贪恋，很放飞时间。快醒醒，醒醒，捉弄了少年。曾以为这么快就睡着了，磁铁没有坠毁过。
喂，你这是做了一晚上苦力啊？林毅醒了吗？走了。你为何不拦着他？你就让我照顾他，你没让我拦着他，真是的。朝南边树林走了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太不尊师重道了。陛下，陛下，你该起身了。我让你前欺负我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你快下来。哎，小芝，昨天晚上我这屋就我一个人吗？嗯。陛下的寝宫，谁敢进来呀？这个梦还挺真实的。陛下，你赶快梳洗吧，祈福大典可晚不得。嗯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就起来。是。怎么还是没有信息啊？赵公子的事，本王听说了，还请国公节哀呀。本座为何要节哀？本座要把杀害我孩儿的凶手碎尸万段。你说你？陛下到！参见陛下。平身，平身。陛下。吉时已到，请。且慢，陛下，微臣的独子遭奸人所杀害，还请陛下为微臣做主。七星灯祈福大典，已是陛下的成人之礼。国公啊，难道你想因私废公吗？陛下，我怕是有人想只手遮天吧。韦国公。听你话的意思是，找到杀害韦昭的凶手了？是。是谁啊？裴静。两位大人现在是在做什么？是想要在陛下面前血溅五步吗？就是就是，你们当我死了？国公口口声声要指控朝廷三品都统，证据呢？对，证据呢？我这里有一块红宝石，是从我昭儿身上搜到的。众所周知，裴静的剑上也有红宝石，我们只需要拿这块碎片跟他的进行对比，就知道是同一个。王爷，属下根本不知这刀上的红宝石何时少了一块。区区一颗红宝石就想让一个三品都统人头落地？国公啊，是不是太想念爱子了？脑子烧坏了？放肆！你们当这是急事骂街吗？像不像话了？臣有罪，请陛下息怒。请陛下息怒。依我，一朕之见，这件事情呢，既有疑点又有证据，就这么把裴都统给斩了，不太对。但是不抓裴都统，韦国公也不服。这样吧，先把裴静关起来，等七星灯祈福大典过后再彻查。嗯，怎么？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们这是要抗旨吗？臣不敢，臣不敢。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。裴静，
你就受点委屈，等着祈福大典过了之后，本王会亲自接你出来。属下遵命。陛下呢？现在可以点灯了吧？哦，点点点点点，是气死我了！不是说能挫一挫李国从的气呀？玄机夫人的法子不太管用啊！哎乘风便安心自飘离，一念凝雪便狠心葬余生，一曲未尽隔天涯雨弦散两声，且断我前程路，莫问心与命。最可叹叹残露冷夜寄人间，叹我这来路风雪前程相与欢，谁辜负了谁不甘，谁心依然留白烛灯一盏，足以过千山。不知后悔终无期，不知花落纷飞雨，不敢高声语，惊破一场幻梦。幻梦是你慈爱奄奄，只流光半生寒，此恨绵绵，午夜深到惘然。此生不绝，寒弦声未断，情已断，转眼一彻华年，非虚化语言。切断我前程路，莫问心与命。